OK， 早安。现在是早上七点多。我现在拖着行李要去火车站，然后去 Vienna。所以每次自助旅行都是要这么样，就是说你每换一个地方就要走一段路去火车站。前面就是火车站啦。今天的天气是33度，真的很热。现在在等 train truck， 现在我坐着他们的电车去一个建筑物，大概10分钟会到。哈哈哈，我迷路啦！还好我买了48个小时的票，所以可以任搭地铁跟巴士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换。现在 try to find a way。它的名字叫白水屋，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。到处观光，我会在这里2天。可是这2天真的很热。到我的 hostel 了，第一天这样就结束啦，明天会继续维也纳之旅。早安，现在是第5天，准备去吃早餐，现在打包好了，要回我的 hostel 吃，然后才出门。现在要出去外面。
前面是一家非常有名的甜品店，还有咖啡厅，也是好多人呢。OK， 那我已经吃完甜品啦，然后现在我站在那个广场的附近，然后这两天就这么结束了，是有一点无聊，然后我没有去参观那些音乐人的博物馆，或者参观了这个西西王后的宫殿。就是在我背后这个人有一点背光，这就是我这两天在维也纳的 vlog。 OK， 明天我就会去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接下来你们要留意我的 video。 OK， 拜拜，yeah!